你这超冷的，冷到爆炸，我觉得不想要离开我的被窝，完全不行啊！我连起床喝早餐的时候，喝口牛奶吃早餐的时候，我一都是披着棉被，就跟那个小丸子他们家跟大熊一样，其实都是披着棉被到处走这样。啊，竟然还有人在高速公路上掉了棉被，我想应该也是这样子的。直接披上路有没有？对，是不是人家去那个送货啊？就有没有假日还是要工作？对啊。哎，可是你知道有很多女生呢，因为今天是礼拜六，偏偏又是就是最换季以来最低温的时候，那很多人要出去玩，可能今天就开始烦恼，到底要穿什么啊？因为就很冷，可是又希望穿漂亮。对啊，而且啊，最近啊，就有好多的节日，然后就会有一些节目开始来教大家要怎么穿，圣诞节要怎么穿，跨年要怎么穿，过年要怎么穿，然后就介绍哇，好漂亮的那个鞋子，那种亮晶晶的凉鞋，然后那种钻的，对，有钻的，然后衣服啊，就性感风，对，性感风，可是。变冷的时候，其实根本穿不了那些东西，而且最重要的是，我朋友说，我跟你讲，我不知道说起别人呢，我就说，就是看来真的很赏心悦目，可是不禁会有一些小小的小市民，他们可能会想说，这应该是给艺人看的节目吧？因为就是一双鞋子就2万块，我怎么买得起呢？不要说小市民了，就是很多有钱人，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买得下2万块的鞋子。对啊，所以我就觉得啊，不然这样好了，我们来做一集，就是因为配备出去玩穿的衣服，然后让大家一起来参考一下，出去玩可以怎么穿，就是用很便宜的方式，然后又很方便、很便利的方式，可以穿到很多漂亮的衣服。对，更重要的是，就是再怎么冷，你穿得很保暖，但是说不会变熊。对，这是重点。对，就是今天大重点。对，好的。首先呢，第一个穿的方式呢，告诉大家，我们要拒绝穿冷冰冰的。你这样会不会有点不成功讨厌？不会啊，这是我个人的感觉。对啊，我个人，我说我拒绝冷，现在冬天的时候穿冷冰冰的牛仔裤。我去年一整个冬天没有穿过牛仔裤。我也没有穿过牛仔裤啊，因为好冷哦。第一个冬天的时候啊，你会想吃比较多东西，然后这时候牛仔裤啊，你可能就塞不下了。第二个是你可能会觉得很冷，然后就不想要起床，说身体还要碰到冷冰冰的。所以我通常都会穿内搭裤，对，内搭裤或者是什么零起毛的裤袜，或者是缩口裤之类的。对，这时候外面就要开始长百衣了。对，因为你知道缩口裤那个屁屁不能直接露在外面。对啊，就很好笑，就直接穿裤袜，然后露着屁屁在外面一样。对啊，很好笑哎。好的，我今天有准备两张照片，是我这一次。一两个礼拜出去玩的时候拍的照片，我都是穿长版衣。首先呢，我们要请大家看，你看旋转木马好梦幻哦，梦幻。可是这张梦幻，这张照片看不出来是长版衣啊，因为没有长版衣在这里，待会可以给大家看一下，我现场有拿来，待会可以给大家看一下。哦，那我们要直接看第二张照片吧，好，直接看一下第二张照片好了。我们请大家直接看一下第二张的照片，这个我上礼拜就给大家看过了。梦不梦幻，梦不梦幻，梦不梦幻，是花梦幻，不是梦幻。我这个场景非常的梦幻，在花海里面哎。对，我告诉你，你现在都是一整片，这还是个橘色的，就是它另外一边全部都是红色的花。这时候你要穿什么颜色衣服？反正你只要要接近大自然，就尽量避免绿色跟蓝色，因为蓝色是天空，还有绿色是。对，花海跟那个草原，对，而且红色也这样避免，因为另外一边的花全部都是红色。嗯，所以这时候大家可以反而穿素一点，这样能凸显自己哦。嗯，好，这是我两件长版衣。好，回到现场呢，我们要给大家看一下，这就是我穿的，你看它可以拉斜肩，而且不是那种很纤长的斜肩，而且它那个为什么说不是很纤长？因为有的衣服啊，它明明就不适合拉斜肩，因为它有松紧带会一直往内缩，所以你就要一直。故意用心机这样拉，对，他这个很奇怪，他这个就不时的故意一直自己这样拉，做拉，这个很难看的，难看的。你要自然而然的不小心小露香肩，人家就觉得哇，好性感。我去有没有原穿这一件多好玩，就是不是多好玩，就是很轻便，不会让我有阻碍，可是又感觉像穿一件洋装，又有斜肩，然后又彩色，而且冬天尽量穿粉嫩颜色，不要再穿暗沉的颜色了。对，然后另外呢，给大家看这一件，你看这件很特别的地方，它上面是有缩口，所以你穿起来都会变成像蓬蓬的，很可爱。它连袖子都有做缩口，对，所以穿起来的话，其实你有时候可以往上折，它会变得有点像皮粉袖，蓬蓬的皮粉袖。对，然后下摆也是，就整个变，你拿这一下哈。可是它的主体图案很明显，很鲜艳。对，你往里面说一下，它身材就变成蓬蓬的，灯笼裙，对，灯笼裙上蓬蓬的很可爱哦。嗯，对，就是其实冬天呢、啊，如果你真的很不想穿牛仔裤，你就要搭配长版衣。那长版衣你可以选一些适合出去玩的颜色。嗯，而且啊，在这边要跟大家说，由于我们都是在网络上面买的，因为我们真的很懒得出门，然后逛街脚又酸又痛，然后又觉得说啊，就是那我逛街最讨厌什么？最讨厌什么？就是你逛街逛的，就是你好不容易看到一件衣服的时候，你本来很想仔细的看看它，可是只要有人一走过来，慢慢看哦，慢看啊，大哥，好讨厌啊，慢看啊，都打
哥喜欢啊，不喜欢是不是？怎么了？他不好看吗？没有，就是我想要就是先离开一下，我要叫我朋友来看。其实还是你以前没有代购，我觉得这件衣服很适合你。这件其实我以前没有代购，我想要真的不现场带，因为我们之后就不会有这种价格了。可是我现金带不够。可是我觉得你之后再来的话，我就不会再给你打折，你自己想清楚。没有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哦。好吧，好吧，不要买，不用看那么久啊。上来好了。你好好骗哦，不是，就是有老板的压力，对，然后就只好不好意思买了自己不，其实原本可能穿不到的衣服。要是如果他不来的话，可能会很仔细的想要看看，然后好好的考量一下。如果他一直来追你的话，你可能马上就有压力，对不对？对，我每次只要看一些衣服，看到有人走过来了，我就赶快走，我就好害怕。可是你知道，在网络上逛商店的时候，就不会有这种压力，你可以多比，不止货比三家，货比三十家都没有关系。嗯，所以你就可以一直比，一直看，对，然后不会有压力，脚也不会酸，对，然后也不用撑伞淋雨，也不用晒太阳，多好啊！对呀、啊，好的。那除了长款衣是冬天，就是我们的觉得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穿着之外，还有另外一种衣服，一种形式是今年很流行的，就是双排扣。嗯，双排扣就是那种古典又优雅的感觉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即使它是那种运动外套布料，只要它有双排扣，我就觉得这个人稍微加了一点贵气跟设计感在里面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你可以拿一下你双排扣。好，给大家，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，大家看一下这是什么资料嘛？就是一般的帽T的资料，外面看起来很像是西装布料，但它其实是帽T的资料。对，可是就是由于它有双排扣，你就会觉得稍微有点学院风，有点贵气，跟有点书卷气质的感觉。对，我印象中就是童话故事，比如说那种小女孩，欧洲贵族小女孩，他们都穿双排扣的衣服。对啊，即使你只是穿个很舒服的，因为这个其实真的有很多人拿这种布料来当休闲的衣服，对不对？对。可是由于它是双排扣，你就会觉得它稍微有点设计感，穿出去也不会很失礼。即使到比较文雅的餐厅，你也不会觉得很失礼，就像小贵族。哎，我的麦克风是红色色素，就像小贵族的感觉，这样双排扣。好，把我麦克风拿出来。而且啊，这个外套啊，大家有看到它后面有毛毛吗？它居然有帽子，它不是那种就是那种太正经的双排扣，它是有毛毛的帽子，看起来就更加的休闲跟可爱的感觉。嗯，好喜欢哦。喜欢吗？所以我们一人买了一件红色跟绿色。对，要告诉大家，我们是双胞胎。对，好，穿起来扣起来，我们扣其中两个就好了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、穿起来感觉。它其实有很多不同的颜色，可是我挑了红色跟绿色，除了很有圣诞节气氛之外，圣诞节一定要上啊！人家说红配绿，够意思哦，够红配绿够意思。可是啊，我们就硬要穿红配绿。对啊，就是圣诞节啊，你不觉得这样很 colorful？ 对啊，因为就是。对啊，没有，因为我有麦克风的关系，所以我把它那个，可是我根本就扣错牌了。来，等一下，双排扣，你就觉得好看呢、欸？贵族有没有贵族来去吃牛排了？对啊，西餐。然后我们去那个牛津大学上课了，已经上完了。然后我今天上那个中外历史。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想上课我知道。什么啊？哎，我可是好学生哎、欸。好吧，反正就是这种衣服，就是让人家觉得也许很舒服，但是也不失礼。对，因为我觉得双排扣是今年冬天一定要的，所以你可能只要在网站上打双排扣三个字，绝对一大堆，对，上千上万的品项让你选择，对。